型是真的是还蛮瘦。我那时候也说我这一件西袜还蛮想留的，因为它就是版型它不会做得太宽大，它这一件的西袜也是还蛮就是比较算合身，但是不会到整个太紧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还有做小扣，小扣的设计你可以去依照自己的身形去做调整。它这一件的话它是有内里的，但是它不会，我觉得它不会到太热的那种厚度，是春天，因为它是春天的新款，所以这种你就不用担心。因为它袖子这边也是有做一个扣子，扣子的话你可以其实可以把不要扣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去做反折，这样有口袋，超舒服的。而且它这个看起来就是不一样，因为像有一些西袜它是比较，如果它材质部分你看材质就知道，因为像这种就是整个车的超挺，就是你看起来穿起来就觉得材质很好，然后很修饰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腰的部分更棒，就是它是用扣的，因为像如果你用绑的话，用绑的话可能还会这里会凸凸的，然后它像这种用排扣式的去调整自己的身形的话，我觉得它穿起来会更修饰，而且它是两排的。对，它是两颗扣，就是它是两个绑带，然后让你去这里去做调整，所以我觉得这件超美的。你打个结这样也可以，或者是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可以绑后面，像绑后面的话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绑后面你前面扣起来的话就是有点微腰身的感觉。对，或者是不要扣，我觉得这样子就更休闲，就这个、欸、这样也是好看。对，这样也很好看，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穿法，所以这件我其实也蛮推荐。哎，这件西袜真的是爆瘦，我觉得超修饰的。对，它版型爆美，而且你这里还可以自己去调整，就是你今天就是你可以调松一点，或者是你用到最紧这边调紧一点，我觉得其实也很好看。而且我觉得这个裙子裤子都可以搭。对，这样西裤配西裤都超美的，那这样就很好看。外套我觉得是超推荐，微垫肩，但它不会到太浮夸的那种，就是微微的。而且它间隙的地方也很棒，就是它不会到整个太大件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话，娇小女生完全可以驾驭。这件西袜就是超挺，然后它是有内里的，然后这个是春款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是会不会太厚，因为它是春款。对，西袜真的很挺。西袜真的是爆挺，你看像这样配短裤，其实它的那个长度其实也 OK， 我觉得这样披着也很好看，就是看你们怎么搭，或者是我觉得穿起来也不错。然后像这件西袜，其实可以这样一般绑住，就不要整个扣起来。只要扣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像这样子稍微直接绑也很好看。你看它是整个很修饰肩，然后它这边是有做微垫肩，所以我觉得它这穿起来的话还蛮挺的。然后你看它整个后面，我觉得它后面的话也是有做腰身的感觉。然后这件我觉得它不会到太，就是它这件的话不会到整个太大件。你看哦，它整个穿起来是有腰身的，然后其实这样配碎花洋装也很好看，像这样子。然后袖子的话，它是有做一颗扣子。对，像其实把它不要扣的话，我觉得也很好看。不要扣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反折，整个超好看这件。